你而家听紧嘅咧系圆网台，我系生食食出新生同埋绿色心灵力量嘅主持周小祥。哎呀，呢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系www.healthshop.com.hk。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戴安娜。今日会继续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等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Hello， 袁医生。Hello， 戴安娜你好，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们今日会同大家讨论老人痴呆症的自然医疗。咁好多人都听过老人痴呆症啦，咁其实佢有个名叫做阿尔斯海默氏症。咁我諗好多人都试过冇记性啦，或者啱啱用完啲嘢呢唔知放咗去边。咁关唔关老人痴呆症事㗎？究竟老人痴呆系乜嘢呀？咁当然啦，即係好多人都会咁上下啦，即係中年之后啦，都成日话我自己真係记性差啦。啱啱识咗朋友呢，咁转下手又唔记得咗人家名啊，咁放低啲嘢又搵唔返啦，出街搵啦未买嘢，咁哎呀死啦，返到屋企原来唔记得买。咁当然呢啲人就话系咪呢个系咪属于 Alzheimer 嘅先兆呢咁样。咁其实呢现家嚟讲呢其实唔系嘅。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呢，我諗你食啲營養素啊，補充下腦嗰啲呢，呢個問題都好快呢控制得到㗎啦。咁我哋而家講緊呢，呢個叫做 Alzheimer's 嘅疾病啦，即係愛爾斯海默氏症啦， Alzheimer。咁其實一種呢係一種漸進式嘅腦嘅毛病啦。咁初期呢開始呢就係記憶力冇咗啦，咁慢慢地呢就會去到真係叫做老人痴呆或者甚至乎死亡嘅。咁我而家个手上嘅资料咧，系嗰啲数据系讲美国啦，咁我相信香港咧都可能都即系都或多或少啦吓，即系我唔知道香港嘅真正嘅数字啊。咁喺美国统计啦，大概65岁以上嘅人咧，就大概有5% 到嘅。咁如果去到85岁以上嘅人咧，可以差唔多有一半人咧都有呢种咁样嘅所谓老人痴呆症嘅。咁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啦。咁而家嘅人口呢即係不断咁增，即係老化緊啦。咁你好可能呢就係即係将来呢差唔多爱即係呢个老人痴呆症呢係差唔多一个流行病嚟嘅。因为老人越多啦，係咪咁你记住一半嘅85岁以上嘅人呢都会有呢个问题嘅。咁好可能呢即是人口老化的时候呢，这个真的成为一个流行病来的。好啦，咁我了解呢，其实这个的Alzheimer 的这个病呢，它主要呢是攻击在脑里面一个区域啦，我们叫做海马区 ,Hippocampus。咁这个区呢是我们的记忆和我们的智力 的部位来的。咁如果引有这个的老人痴呆症呢，咁喺呢个海马区嗰啲神经线呢可以话呢开始呢就黐咗线啦，开始搞乱㗎啦。咁最后呢就出现一啲斑点嘅。咁呢啲斑点呢就会对最后导致我哋嗰个脑细胞嘅损耗啦。尤其是呢嗰啲关于我哋记忆啊新记忆嗰啲啦，或者是即是找回那些旧记忆，这种这样的脑细胞呢就开始慢慢地呢是丧失了的。咁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就即是很多时候呢Alzheimer 这个阿尔斯海默氏症呢其实主要那个问题呢都出自于在我们的记忆那方面的。好啦，咁在个病的早期的阶段呢通常啲人呢都会感觉到有轻微的记忆问题啦。咁但慢慢地呢佢就会发现呢如果佢係要做一啲比较複雜性嘅
的工作啊，或者有些计划一个 party 啊，系啦，或者咧就可能咧就要计一计嗰、那个嗰、那个诶。啊，嗰、那個 checkbook 嚇、啊，即係嗰、那個嗰啲數據數字啦、啊，咁呢個就開始有啲即係要有啲困難嘅。咁、當呢個問題咧就越嚟越嚴重嘅時候啦，咁佢哋咧開始咧記憶嗰啲事故啦，譬如最近發生嘅啦、啊，或者可能淨係琴晚發生嘅事啦，或者幾日之前幾個鐘頭之前嘅事情咧，佢都有開始有記憶嘅問題啦。咁當然啦，咁。即系呢个嘅记忆嘅损嘅只嗰个损害啊，嗰、那个消失啦、啊，咁慢慢地咧就越嚟越咧就系、是、诶，即系成为一个所谓老人即系痴呆受影响嗰啲人啦，啊，咁、甚至乎去到咧可以话咧对自己嘅近亲嗰啲平时嗰啲人咧都唔记得咗，即系甚至乎自己嘅老婆啊，或者自己嘅老公啊，即系仔女啊，其实都唔知佢系边个嘅。咁呢个就即系最后就去到呢个阶段噶啦。咁当然啦，最终咧就即系完完全全嘅老人痴呆个问题出现咗噶啦。好啦，咁当我哋个人记忆慢慢地即系失落嘅时候啦，咁当然啦，佢会开始即系对嗰啲周遭嘅熟人啦、啊，或者个地域啦、地方咧，开始都唔记得晒噶啦。咁好多啲即系我哋需要嗰啲记忆啦，都可能咧都系攞唔即系用唔到嘅，攞唔翻嚟噶啦。咁甚至乎咧，譬如每日要做嗰啲各个工作啊，譬如要自己着衫啊、刷牙啊，或者去洗手间啊，佢哋都唔识得去点做嘅。咁严重啲咧，就开始有啲有啲幻觉啦、或者有啲妄想啊。或者有啲甚至乎咧有啲暴力嗰啲咁样嘅情况都会出现噶啦。咁可能时啦，喺呢、這个喺去到呢个阶段啦，我谂一般嘅家庭嘅即系屋企人啊，或者嗰啲亲即系相熟嘅亲嗰啲朋友咧，其实都冇办法照顾佢哋嘅，因为佢当时佢需要咧差唔多系24小时嘅处理嚟讲嘅。咁就好可惜啦，咁其实咧呢种老人痴呆症咧系冇乜医治嘅方法嘅，即系起码现时嘅医学里边咧暂时都唔知道嘅。咁主要就系我哋都唔知道嗰种病系点样开始咯。咁当然啦，遗传咧可能都系一个因素啦。咁但系咧好多，正如好多其他啲人遗传病咧，只系一个遗传基因咧，其实都唔系一定会导致呢种老人痴呆病嘅。咁即係好明显啦，我哋个环境嘅原因呢一定要出现，即係一定要即係加埋落去先得嘅。好啦，咁我哋而家嘅最近嘅即係最有希望嘅研究老人痴呆症呢，就发现呢就我哋嗰个游离机嗰个问题啦。即係我知道呢，游离机呢係会伤害我哋嘅身体嘅细胞嘅。咁呢个呢可能呢係喺呢个病呢係扮演一个好紧要嘅角色嘅。咁所以我哋知道咧，如果系营养好啦，即系好嘅营养啦，同埋好嘅草药嘅治疗啦，其实咧系可以有效地咧系预防咧，系或者咧系即系抵挡呢啲游离机嘅破坏啦。咁喺我哋嘅节目过去咧都讲过介绍过吓，不同嘅好强嘅即系嗰个抗氧化嗰啲营养咧，其实就系对付嗰啲游离机嘅。好啦，咁通常咧就即系当个人咧开始咧，喺早发现自己有啲早期嘅Alzheimer 呢个症状咧，我哋开始就要采取步骤嘅。咁因为咧，我哋个环境嘅毒素咧，可能扮演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啦。咁虽然咧，我哋怀疑啦，譬如嗰啲重金属，譬如铝啦，同埋水银咧，系咪有关咧？我暂时嚟讲咧，都即系唔系话好确定得到嘅咁但当然啦，呢啲咁嘅毒物咧，最好咧都系即系要我哋尽量去减少接触去预防啦咁仲有咧就系压力啦，系咪？压力咧好明显咧系即系扮演一个好紧要嘅角色嘅，对呢个病嘅进展。咁有好多啲研究人员咧发现咧，即系如果我哋长期嘅
我哋压力嘅荷尔蒙，即系嗰、那个个类固醇 cortisol 咧，系亦都一个好紧要嘅起因，即系治病嘅原因嚟嘅。咁同压力啊，嗰、那个类固醇啊咁样样。咁仲有一个情况咧，就我哋身体有一种新代蛋白质嘅新陈代谢物啦，我哋叫做咧叫做 homocysteine 啦，即系一种同型半光。嗰、那个一个蛋白质嘅成分嚟嘅，叫英文叫做 homocysteine， 咁我中文翻译叫同型半胱嗰个氨酸咁。咁呢个我亦都知道咧，系同我哋嗰个心脏病啊个问题咧，其实都有好大嘅关系嘅。好啦，咁我而家知道咧，原来呢个 homocysteine 咧系一个蛋白嘅新陈代谢嘅副产物啦，咁亦都系直接咧系影响我哋。即系会出现即系导致呢个咁样嘅问题嘅。好啦，咁目前嚟讲咧，喺个传统嘅医学方面咧，其实咧真系我哋冇咩做得嘅吓。喺对于老人痴呆症嚟讲，咁但系咧，我哋要了解到咧，要研究就系好多年纪大嘅人咧，其实咧系同时咧系食好多种唔同嘅药物嘅西药物嘅，咁。好多时候咧，呢啲药物加起嚟咧，其实好多时候咧会导致我哋嗰个记忆力嘅丧失啦，同埋令到我哋嗰个迷惘啦，甚至乎咧系即系老人痴呆症嘅。咁呢啲咁样嘅药物嘅副作用咧，往往咧就令到我哋啲人咧就以为嗰个人系有 Alzheimer， 其实可能呢啲药物嘅副作用嚟嘅。咁所以喺我哋即系遇到一啲人嗰个记忆力开始出现问题嘅时候咧。我哋首先要做嘅咧，就系检查一下佢嗰啲服食紧嗰啲系咩嘅药物。OK， 咁再睇下咧，即系喺其实呢啲资料，我哋好多时候喺个网可以查得到嘅。啊，个上网去 check 呢啲药咧，其实有咩又会唔会影响我哋个我哋嗰个记忆力啊，诸如此类啊咁。咁就因为咧同埋有好多啲情况咧。即系老人痴呆症咧，其实咧系可能嘅症状，你可能因为其他嗰啲问题引致嘅。咁所以我一定要睇下咧，即系呢个人系咪本身有情绪低落问题啊，或者个甲状腺那个甲状腺低啊，或者 B12 啊，或者叶酸咧系不足啊，或者可能有其他嘅原因嘅。咁所以咧。应该咧遇到呢啲嘅即系记忆力开始退化咧，第一件事咧，我都要首先咧考虑一下咧，即系有冇其他呢一类嗰个问题啦。咁当然呢个咧都要需要一个，即系呢方面咧系比较上咧系即系做得好，即系识得去点样处理嘅嘅医生去跟进嘅咁。咁好啦，再简单嚟讲啦，贫血都可以啦，心脏病都可以啦，中风都可以引到呢个问题啦。食物敏感啦，环境啊吓，那个敏感啦，脱水啦，新陈代谢嘅问题啊，饮酒啦吓，好明显因为饮酒，当然饮酒可能真系令到你个脑系坏咗嘅，咁仲有系脑有肿瘤啦，或者咧系因为自己平时咧就好少用脑，个脑真系慢慢地系因为懒而冇即系退化啦，可能有头嘅受伤啦。同埋药物嗰方面，咁所以咧喺最好咧，第一件事咧就先要去即系检讨一下啦，有冇可能头先所讲嗰啲原因咧系导致吓你嗰个记忆力嗰个衰退，就未必系真系叫做老人痴呆症或者 Alzheimer 嘅。咁当然啦，喺我哋个自然医疗里边咧，我哋应该尽量咧系早去用嚟咧系防止或者减低。那个疾病的进展啦，同埋咧系改善我哋嗰个生活嘅质素。而家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继续自然疗法与你。我哋平时饮嘅水都充满咗重金属、杂质、氯气同埋细菌。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除咗可以清除以上嘅杂质之外，仲可以活化水中嘅信息。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之源。健康之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欢迎
迎回来元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老人痴呆的自然医疗。袁医生刚才跟我们提到，老人痴呆其实有很多因素的，老人痴呆的症状又是什么呢？是会在哪方面引起的呢？最先出现的又是什么呢？如果一路发展下去会是怎样的？袁医生，那个症状方面当然最明显啦，就是那个记忆问题啦，这个是第一的、即是很多人都会讲到自己是不是老人痴呆啊，是不是？那这个记忆问题第一首先出现的。跟着呢，有一种混乱啊，同埋一种迷失方向啊，这个就是都即是早期都是这样。咁跟着呢就情绪波动啦，跟住就嗰、那个情绪低落啦，同埋有阵时嗰啲系偏执狂啊，即系有啲嘢好固执啊，咁样。咁跟住慢慢地咧，就冇办法咧去即系操作最基本嘅，同埋过去即系要做嗰啲即系生活日常生活嗰啲方嘢啦。咁慢慢地就有啲不当嘅行为啦。譬如我有个病人最近啦，出现咗个症状咧。就佢就自己唔知點解咧，就著住件即係內底褲咁啊出咗街咁樣，因為佢太太又揾到翻佢，咁即係呢啲情況都會出現啦。咁當然咧，慢慢地開始混嗰個幻覺同埋妄想啦。咁後撈尾咧有啲暴力或者憤怒嘅發作啦，或者有啲細路仔嗰啲脾氣，即係唔想喐啊，好細路仔咁要氹佢啦咁。咁最後咧就老人痴呆啦。就最后完全没办法，即是判断能力完全失败了。那就是这个是一种即是程度上呢一步一步是这样出现的。医生，你刚才跟我们讲过一些老人痴呆症的成因，那它其实个基本成因是不是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讲一下？咁我哋照我哋所知啦，即係雖然我都話咧，都即係而家研究咧都唔係好肯定嘅。咁但通常咧，好可能咧係即係一幾種因素啦。咁譬如其中就有一個係嗰、那個遺傳嘅基因啦。咁有啲人咧係有啲係遺傳方面咧係會特別嗰個 homocysteine 嚇，即係頭先講嗰個嗰種嘅新陳代謝蛋白質嘅新陳代謝物咧，係會容易比較高啦。遊離基嘅破壞啦，個營養不良啦，譬如維他命 B1 啦、葉酸啊、B12 啊，尤其是啊呢幾個。咁吸煙啦，環境嘅毒素啦，包括鋁啦，同埋水銀啦。咁同埋咧，係長期嘅所謂嗰、那個類固醇嘅水平增高，即係長期嘅壓力之後咯，就會出現呢種咁嘅問題啦。咁除咗呢啲症狀之外啦，咁我哋有啲乜嘢測試可以知道有冇老人痴呆症噶？嗱，喺我哋現時嘅所謂流行嘅醫療嘅工具方面啦，我哋會係用一啲即係嗰個 CT scan 啦，嗰個。X 光嗰啲掃描啦，MRI 啦嚇個磁力共振啦，PET 啦係正電子嘅斷層掃描啦，比較新啲嘅啦，咁同埋有時嘅腦電圖啊咁樣，咁亦都有啲係嗰啲心理方面嘅測試啦，咁亦都例行嘅個驗血啦呢方面嗰個問題嘅，咁但當然啦，仲有啲比較即係。跟進啲嘅檢查啦，咁我哋就會試一試我哋嗰、那個有冇啲重金屬喺我哋個腦細胞，咁譬如有冇鋁啊、水銀啦、啊、鉛啦、砷啊、生埃啊或者其他啲啦咁。咁我通常咧就用一種叫做咧就係嗰個毒元素嘅一個我哋一個尿嘅測試。即係一種刺激下嘅測試嘅，咁通常咧，我哋就用一啲先病人先服食一啲我哋叫做 chelating 一種鉛劑嘅物嗰啲物質啦，譬如 DMSA 啊、DMPS 啊啲嘢，啲物質咧其實咧係幫助我哋嘅身體咧，就將我哋嗰個重金屬咧由我哋嘅身體組織储藏嘅地方咧就掹佢出嚟嘅，咁我通常就用尿咯，先服食咗呢啲嗰个 chelating 我哋嗰个钳盒嗰啲工具啦，咁咧就跟住咧就收集24小时嘅小便，咁从而入边咧就睇下有冇呢啲咁嘅重金属啦。咁仲有一啲
工具呢，譬如我用尿啊，或者用嗰个血嘅测试呢，去睇下佢嗰个养分嘅氧化嘅压力嘅分析。咁或者呢亦都可以睇下呢有冇抗氧化剂嘅嗰个测试啦，大便嘅测试啦，同埋又可以留我哋口水啊、尿啊同埋血里面呢测验我哋个荷尔蒙啦。譬如个雌激素啊、黄体酮素啊、高丸素啊、DHEA 啊、DHE 一个一种mass hormone 叫做啊，咁啊类固醇啦、cortisol 啦、褪黑激素啦，同埋我哋嗰个甲状腺嗰方面，即系其实咧，我哋都可以有呢啲咁样嘅即系一种测试嘅。咁但最近咧就开始咧就有两种嘅新嘅工具啦。咁就当然咧，佢用一种特别嘅 PET。即是正电子断层扫描，一种好特别嘅一种嘅手法啦。咁同埋呢就呢个脑即係脑嗰个个 PET 个 scan。咁跟住呢就喺我哋嘅我哋嗰个脊髓嗰个方面呢抽取啲脊髓液嚟到分析嘅。咁呢两个系比较新啲嘅。咁当然啦，我觉得呢其实呢老人痴呆症或者 Alzheimer 嗰啲症状呢其实都几明显嘅。即係你我觉得如果你出现以上层次所讲嗰啲即係脑退化老人痴呆症呢，其实我觉得呢我哋都唔需要话真係好太过依赖呢啲咁嘅化学啦。咁当然啦，如果我哋话即係当然呢啲咁嘅检查呢亦都有时候可以帮助佢点样治疗啦。譬如如果发现佢嘅问题因为佢重金属过多嘅，咁我可以用 chelation 啦，係咪，即係而家喺香港都有人用呢啲咁嘅即係呢啲咁嘅方法嘅，即係钳叫做喺个血嘅钳合治疗。咁亦都当然啦，如果发现你係因为某种荷尔蒙嗰啲个问题不足啊，咁即係喺荷尔蒙治疗呢即係可以用得着。咁呢个係讲緊西医嘅。咁亦都系因为抗氧化不足啊，咁亦都可以喺抗氧化嗰方面呢係加啲料嘅。咁所以都唔系话即係呢啲测试呢即係都某个程度上呢可以俾啲指引我哋呢去点去医治呢一类咁样嘅这个方面嗰个问题嘅。袁医生啊，喺自然疗法嚟讲呢，我哋好着重嗰个饮食噶，咁老人痴呆症应该食啲乜嘢啊？咁喺我哋建议嘅食物啦，当然咧，第一件咧就要食一啲完整啲嘅基本嘅完整啲，即系冇乜经过即系精炼嗰啲嘅食物啦。咁通常咧我知道啦，现时嘅所谓即系一般嘅流行嘅食物方面咧，就有好多啲毒素嘅吓，即系杀虫药啊嗰啲吓。除嗰啲环境方面，咁所以我尽量咧就食啲有机吓，咁但如果有时候咧发现有机食物又或者可能太贵啊，或者有时候未必买得到啦，咁你就可以咧就即系食物之前咧就要尽量用一啲正确嘅方法咧将嗰食物咧系即系洗干净先嘅吓。好啦，咁我哋知道啦，抗氧化嘅维他命有包括维他命 A 啦、维他命 C 同埋 E 啦，咁呢个亦都会即系会即系对付我哋个游离基嗰啲破坏嘅。咁新鲜嘅水果啊、蔬菜咧，差唔多可以咁讲咧，系呢啲嘅抗氧化剂嘅最好嘅来源嚟嘅。咁所以咧，每一日咧，我哋嗰日每一餐咧，最好咧都食两份呢啲咁样嘅新鲜嘅蔬菜沙律咁样样啦。好啦，咁维他命 E 咧，亦都有抗氧化嘅维他命啦。咁呢个呢就我哋可以食一啲小麦胚胎啦，係 whip jam 啦，加啲落个沙律嗰度啦，或者加落我哋嗰个嗰啲飲品嗰方面啦。果实啦 ,nuts 啦，同埋个种子呢亦都好紧要嘅，定啲维他命呢方面好紧要㗎啦。咁最紧要呢就係我哋嗰个食鱼嗰方面啦。咁我哋知道呢鱼可以包括譬如三文鱼啦，大比目鱼啦，即係 halibut 啦，嗰个鳕鱼啦 ,cod 啦，银鳕鱼啦，同埋酥呢种咁样嘅食物呢，咁呢啲都系好丰富于我哋有讲即係一种 DHA 啦，成日都听过啦，而家成日做广告啦，DHA 系 decoxyhexanoic acid, 系一种补脑嘅脂肪酸嚟嘅，咁呢个亦都系即系对我哋嘅个脑袋嘅功能好紧要嘅。咁仲有一个 GPA 啦，嗰个亦都系减低我哋身体嘅炎症。咁
咁我即係 DHA 呢好明显呢係一个我哋身体嘅細胞膜个神经細胞膜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嚟嘅。咁亦都会帮助我哋个神经线嘅传递啦，係中央神经系统嘅神经线嘅传递啦，亦都保护我哋嗰个 mitochondria。mitochondria 呢係呢种嘅細胞入面嘅核里面呢係专门制造能量中心嘅。咁我知道呢通常呢如果啲人嗰、那个DHA 吓呢种咁嘅脂肪酸少咧，系一个即系对嗰个老人痴呆症系一个好大嘅危险嘅因素嚟嘅吓。咁好啦，咁我同大家都分享一个研究啦。其实相对于研究非常之多嘅，咁其中一个咧就喺嗰、那个神经学嘅保护嗰度啦吓，即系佢个 archive 里边啦。咁曾经有一个研究就係、是、用咗815个参与嘅人啦，佢年龄介乎64到94岁嘅，咁用嘅时间呢係大概呢係7年嘅时间嘅。咁个研究人员呢就係、是、检讨下呢一组人嘅食鱼嗰个量同埋呢嗰、那个所谓嗰个必须要个脂肪酸啊 ,DHA 啊 ,EPA 呢嗰、那个进食量。咁呢个研究人员发现呢，如果啲人呢係食鱼下係即係大概係譬如一个月食一次到三次嘅人呢，佢嗰、那个Alzheimer 呢个病嗰个危险嗰、那个危险率呢係可以减低咗40%嘅，即係比较啲从来都唔食鱼嘅人嚟比较下。咁如果啲人呢食鱼每一个星期都食一次嘅话呢，佢係将嗰个风险呢係减低60% 嘅。咁、即係睇到呢食鱼呢係可以做一个好有效嘅预防同埋呢可以咁讲呢係一种可以治疗嘅方法嚟嘅。好啦，咁我亦都知道啦，维他命 B 集啦好紧要㗎。咁我哋 B 集通常嘅来源呢，食物方面就係嗰个啤酒酵母啦，呢好多健康店都搵得到啦。咁同埋呢就可以鸡蛋都有啦，小麦胚胎啦，同埋嗰个螺旋藻都维他命 B 集比较多嘅。咁仲有啲就係我哋个嗰个姜黄啦，即係咖喱啦。咁我哋食物里面呢不妨呢係即係用多啲即係呢啲咖喱姜黄呢种咁样嘅调味物啦。咁亦都有个发现呢呢啲病人呢通常个砷个锌呢都比较少嘅。咁、我通常呢就锌呢喺边处有呢，就係嗰啲南瓜子囉。我健康店好多一包包嗰啲有机嘅南瓜子啦。咁自己去当一种即係口垃圾咁食囉。好啦，要改善我哋嗰个身体嘅血液循环呢，增加我哋个身体嗰个能量啦，排毒啊，咁当然啦，即係唔能够缺少呢我哋嗰个饮水嗰方面啦。呢一节时间差唔多，阵间返嚟继续自然疗法与你。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欢迎回来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老人痴呆的自然医疗。刚才袁医生提到老人痴呆的饮食应该怎样呢，他建议我们大概每两个小时饮一次干净的水的，那还有没有其他啊？其实呢纤维啦，你知道啦，纤维呢可以将我们的消化道里的毒素呢就是排走啦，也都会减少它堆积啦。咁纤维高嘅食物咧，就包括即系完整嘅谷类啊，譬如嗰、那个燕麦啦、或者咧食一啲即系蔬菜啦，即系比较生啲啦，轻轻煮下嗰啲啦。咁呢个咧就会保持嗰个纤维嗰方面啦，咁亦都会加强嗰个浓度嘅。咁我亦都知道啦，当我哋年纪越来越大啦，我哋吸收嗰个消化道吸收嘅能力咧，亦都会即系大不如前噶啦。咁
所以呢我哋开始用多啲鮮炸嗰啲水果啦，同埋蔬菜汁，因為呢個比較容易吸收啦。咁同埋呢啲係即係充滿維他命啊，你所身體所需要嘅。咁可以咁講呢，你每日可以飲幾杯啊，幾杯呢啲咁樣嘅鮮炸嘅蔬菜啊，同埋嗰個水果嘅果汁。袁醫生啊，咁有啲咩食物係要避免㗎？咁当然如果你知道自己有呢个病啦，或者屋企人有呢种咁病嘅倾向啦，咁首先呢就你记住啦，要即係、就是、要避晒所有啲有包含有啲即係附加品啊毒素嗰啲食物啦。咁呢个当然包括好多啲精炼过嘅食物啦，我哋所有叫垃圾食物啦。酒啦，係咪？同埋咧過量嗰啲咖啡因嗰啲飲品咧，其實都有一種毒素嘅來源嘅，所以呢啲都我哋要盡量去避免嘅。咁我曾經咁講啦，飲水好緊要嚇，兩個鐘頭飲一杯咁樣啦。咁但係當然咧，我哋唔係咁講嗰啲水喉嗰啲水，因為而家嘅水喉水咧，其實咧充滿曬環境嗰啲咁嘅污染物嚟嘅。咁所以咧，呢個咧就唔係即係水嗰方面咧，要飲啲非常之即係乾淨嘅水嘅。好啦，咁我哋亦都好多食物咧，包括好多啲糕饼类啦，即系炕制嗰啲食物啦，蛋糕啊、糕饼啊、饼干啦，咁原来啲食物咧好多都含有镭嘅，咁所以咧就即系食物嘅标签咧就要小心啲去睇啦，啊，咁尽量咧就唔好用嗰啲自发粉，啊，自发粉，咁尽量咧就拣一啲咧就系、是、冇即系冇蛋白冇即系冇铝嘅成分嘅嗰啲发粉啊，咁仲要咧就尽量减少用一啲即系腌腌嗰啲盐类嗰啲食物啊，因为呢啲都系呢种嘅即系嗰个污染物系比较多嘅。好啦，咁我哋都要尽量系减用唔好用嗰啲铝嗰啲器皿啦，主食器皿啦，煲煲餐餐啦咁样，咁尽量咧减少咧嗰啲用铝罐头汽水罐嗰啲饮品咁样。好啦，咁仲有一个情况就系个食物敏感啦吓，即系呢个咧就大家可以咧去即系想办法咧去自己留意一下啦，啊有啲咩食物咧你可能敏感噶啦，或者系做啲即系基本嘅食物嘅敏感测试咯，咁呢个都可以帮助你咧系去避免咗。对你可能有敏感的这种食物的问题了。袁医生，那我们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工具啊？在处理那个 Alzheimer 这个问题，我们有几种配方，可以这么说，是可以就是我们的研究方面发现是可以帮助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有些吃那些海母 jellyfish 嘅，系一种新嘅工具嚟嘅。我相信咧，香港咧，我都唔系好觉得吓，即系喺健康店啊市面上揾得到嘅。咁呢个原来最近嘅研究咧，发现咧呢个系帮助啲记忆力问题嘅食物嚟嘅。咁第二种工具咧，我哋叫做嘅 acetyl-L-carnitine。acetyl-L-carnitine 比较常见嘅，我哋健康店都有呢个工具吓，你可以买得到嘅。咁呢个咧，即系叫做乙酰左旋肉碱吓，咁 acetyl-L-carnitine， 咁通常咧我就用量咧就系大概1000个 mg 啦嘅毫克啦，咁就1日3次啊，咁咧就呢个会改善我哋细胞嗰个通讯啦，同埋我哋记忆嘅。咁其实咧。呢方面其實咧，我已經做過即係都幾多嘅研究嘅。咁 acetyl-L-carnitine 咧，其實呢個比都幾 common 噶，都唔係咁貴嘅營養個補充劑嚟嘅。好啦，咁仲有一個第三樣嘢咧，我哋有一種叫做咧係石杉鹼鈉啊，即係嗰個係hypersine A。一個石杉鹼鈉，咁其實呢個咧係一種由嗰啲石杉一種吸摩水面提煉出嚟嘅，咁發現咧原來咧呢種嘅呢個係 hypersine 咧呢種嘅石杉鹼鈉咧就可以增加我哋身體嗰個乙酰膽鹼個水平，因為呢個咧 acetylcholine 咧係可以我哋嘅腦裏邊咧係傳遞信息同埋咧係改善我哋嗰個。有个记忆力嘅，呢种咁样嘅脑嘅传代物嚟嘅。
好啦，咁仲有咧就维他命 E 啦，咁维他命 E 有几类啦，尤其有三四类嘅，咁用嗰、那个tocopherol 啦，同埋 tocotrienol 啦，咁呢个系即系主要嘅维他命嘅类别啦，咁就服用大概2000嘅国际单位吓、啊、每日吓，咁、啊、我哋研究都发现咧，呢、这个可以减低吓呢、啊、一种病嘅嗰、那个、那个智力嗰方面问题嘅，好啦。咁仲有就姜黄啦，啊，当然啦，姜黄咧我哋可以买丸状嘅，啊，咁我哋通常用咧就每日服用大概1500个毫克啦，咁发现咧佢可以减低我哋嘅脑里边嗰啲所谓淀粉样蛋白斑，啊，即系呢个咧就如果我哋嘅做嗰个脑扫描咧，有一时可以睇得到嘅，咁用呢个姜黄啦，啊，即系所谓简单嚟讲，教黄姜粉啊呢啲咁样啦，咁系可以有呢种嘅效果嘅。好啦，跟住呢我就会讲有个叫做 phosphatidylserine 啦，咁呢个呢系一种比较最新啲嘅一个营养素嚟嘅，咁叫做卵脂酰素氨酸、啊、我諗就咁叫 PS 啦，即系如果你出面你见到产品呢，我通常叫做 phosphatidylserine， 咁呢个呢就我哋公司都有㗎啦，咁亦都好，我用都好耐嘅，咁早期呢都係证实咗呢对早期嘅老人痴呆症呢係会有帮助嘅，咁始终得好多嘢啦，早期有就嗱嗱声去做定啲嘢啦，咁通常我哋用量呢大概300个 mg 一日，咁通常呢大概3粒到啦。咁第七项呢我就可以用呢就维他命 B12 囉。咁而家有种呢系个离底。因为我发现一只年纪大啦，嗰、那个维他命嘅吸收喺个食道吸收嘅能力系差咗嘅。咁好多时候呢我就会用个离底嘅即系维他命 B12 啦。咁、啊、我用个份量都好即系大概800到1600嘅微克、啊、microgram 一日嘅份量。咁除咗你头先讲过七项配方咧，仲有冇其他工具对老人痴呆症有帮助噶？其实咧工具都相当多吓，即系大家都可以咧攞支笔咧喺一路咁记录落嚟啦。咁嗱 ，lemon balm 啦，大家都听过啦吓嘅香，即系香蜂果系嘛？咁一个好常用嘅一种草药啦，抽水物啦。咁 lemon balm 咧，通常可以减低我哋嗰个激动啊，即系可以咁讲，即系老人痴呆症咧，头先都提及啦。有时佢哋情绪有激动嘅，咁我哋可以用呢个方法啦。咁可以都嗱，呢啲用长用下，用佢四个月咁样啦，可以用滴剂啊，诸如此类，或者根据嗰个包装个盒装嘅指示啦，就可以采用 lemon balm extract 啦。咁仲有一个咧就 vipo 嗰、那个 vinpocetin 啦，长春西一种嘅西丁吓，一个即系一种草药嚟嘅啊，早期咧。就是我哋曾经我哋医癌症嘅，咁发现咧 ，vinpocetin 咧呢个长春西丁咧系可以改善我哋个脑嘅嗰个血液循环嘅，咁就亦都可能会帮助我哋嗰个记忆啦。咁食个日用量咧就系5到10个毫克啦，一日3次到啦。咁仲有啲咧就系 alpha GPC 啦。啊！呢个有一种氨基酸一种嘅成分嚟嘅，咁你有时咧，你去嗰啲健康店咧，有时你都睇到噶，即系咁叫 alpha GPC 咁样。咁仲有就系嗰、那个medium chain triglyceride 啦，即系中年嘅甘油三酯啦，即系呢类嘅。咁呢个系一个可以话咧系脑袋嘅燃料嚟嘅。咁边啲食物可以揾得到咧 ？medium chain 咧？椰子，冇错啦，椰子啦，咁开始好多人咧就直情咧就系口服生口服椰子嘅，咁亦都 medium chain triglyceride 亦都帮助我哋减肥啊，即系帮我哋处理嗰个能量啦，咁好多人咧就饮椰子油咧去减肥啊，你大家估唔到吓，咁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写有关嘅书籍啦，都介绍咧由椰子油嘅好处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叫 alpha 嗰个lipoic acid 啦。一种 alpha 嘅硫辛酸吓，咁、啊、呢个亦都帮助得到嘅。咁我用量都系300嘅 mg 啦，一日3次咁。仲有就维他命 D3 啦吓，亦都落都系帮个脑袋嘅。咁用量2000到5000嘅国际单位啦吓。咁、啊、仲有一个咧叫 ashwagandha
或者叫 Retinian Soliferum 咧，其實咧我哋成日話咧，呢種係一種印度嘅人參，咁、其實咧係對個腦好好嘅。咁大家有時都有機會揾得到嘅，佢會減低我哋嘅身體嗰個壓力嘅荷爾蒙咁就喺我哋個印度個嗰個醫療嗰度 ，Ayurvedic medicine 咧，一場傳統嘅用法嚟嘅，叫 Retinian Soliferum， 即係我嗰時候簡單，我哋叫做即係印度嘅人參啦。好啦，咁當然啦，講到人參的都唔可以話，即係唔可以漏講中國嘅人參。所以人參可以增強我哋記憶啦，亦都係平衡我哋嘅嗰個壓力荷爾蒙嘅。咁通常咧就人參咧就你可以睇個樽嘅指引去用啦。咁但當然啦，有啲人咧發現咧高血壓嘅人咧可能都唔適宜用人參嘅。咁但係將呢方面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好啦。做咗就 DHEA 啦，一种叫做 master hormone 嚟嘅吓，咁 DHEA 咧，亦都系对我哋嗰个智力嘅功能咧，好有帮助嘅。好啦，咁中国人咧，亦都成日都好识得用嗰、个冬虫夏草啦，嗰、个虫草啦，咁好嘅虫草咧，都发现咧系可以再帮助我哋嗰个记忆力嗰啲方面嘅问题噶啦。好，咁仲有一个就 DMAE 啦。呢啲即係呢啲產品你遇得到呢，你就會揾得，即係你可能你查一查就揾得到㗎啦。咁亦都係對我哋身體嗰個 acetylcholine 啦，即係我哋嗰個腦個訊息嘅傳遞嘅嗰個工具嚟嘅。咁亦都有啲抗氧化嘅功效嘅。咁仲有啲係即係抗氧化嘅工具啦，譬如好似砷啦、selenium 啦、胡蘿蔔素啦、carotenoid 啦，同埋維他命 C 啦，諸如此類。好啦，仲有一個就係 chlorella 啦，就綠草粉啦嚇。但綠草粉咧係會加速我哋身體嘅毒嘅重金屬嘅排除嘅嚇。咁用量咧根據嗰個樽嘅用量啦。咁仲有一個就係 phosphatidylcholine 啦，個卵磷脂嗰方面嘅嘢啦。咁過去咧，我哋未曾有 phosphatidylserine 咧，我哋就盡量都係推揚用 phosphatidylcholine 嘅卵磷脂嘅。咁但呢方面咧，卵磷脂嗰個效果咧，就同 phosphatidylserine 就比較弱啲。咁但呢個係比較普遍、平好多、容易用得到嘅。呢節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繼續治療法與你。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肠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欢迎回来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老人痴呆症的自然医疗。刚才袁医生跟我们提到有很多工具可以预防或者治疗老人痴呆症的，还有没有其他？其实呢工具呢我都再完整一点介绍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做NADH 啦。咁呢个 NADH 呢，这个呢亦都知道系可以即系改善嗰、那个喺我哋临床上呢系可以改善我哋个脑嗰、那个嗰个脑嘅功能啦。咁维他命 B1 啦B1 除咗 B12 之外呢 ,B1 都系有帮助嘅。咁仲有就 DHA 啦，即系鱼油嗰方面啦，呢个即系唔系咁细蚊仔先用得嘅，大人都可以用嘅。咁仲有就銀杏葉啦，大家知道啦，銀杏葉咧係會即係改善腦嘅微循環啦，同埋改善我哋記憶啦，同埋有好好嘅抗氧化嗰個能力嘅。咁袁醫生，最有效嘅同類療法咧，咁同類療法點樣幫助到老人痴呆啊？喺同類療法裏面咧，我都會有好多嘅療劑咧係可以幫助。老人痴呆症嘅，咁但都即係起碼喺個症狀方面咧，係盡量去幫佢減低啦。咁但我哋都唔可以話可以根治嚇，即係始終呢個一種老化嘅病啦，我哋好難話可以根治嘅。咁但起碼咧，我哋可以減低佢啦，或者即係改善嗰個症狀方面啦。咁呢方面咧，當然唔係咁容易嘅，我需要揾一啲即係係合資格嘅嚇，即係真真正正受過同類療法嘅專業嘅嚴謹嘅訓練。
不是就马马虎虎，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很多人都说读一下，但其实做得好是挺难的。在同类疗法里面呢，我有很多疗剂，简单来讲呢，女啦，是不是，即是我都说呢，即是以毒攻毒啦，是不是，如果你发现个女是一个可能的问题啦，当然不要只是说你检查出来有女，当然有女的症状啦，即是那个神志那个迷糊啦，记忆力差啦，同埋呢是好严重的便秘啦，咁呢都系一种嘅，即系一个女嘅症状嚟嘅。咁我哋通常用法咧，都系一日用三次啦，直至到即系嗰个症状咧系改善啦。通常咧，我就希望要一个礼拜之内要睇到有改善，咁先叫一个疗剂系啱嘅。如果你一个礼拜里边用咧都冇乜改善，完全冇改善咧，呢个疗剂通常都未必系啱噶啦。咁仲有一个疗剂咧，就系嗰个石虫啦 ，lycopodium 啦，咁通常咧呢种嘅症状咧就系、是。即系有啲人咧就记忆力即系记唔到啲嘢啊，记唔到啲事故啦咁。咁但系咧，同我疗法嘅疗剂咧，其实都好多噶。咁我或者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最近啦，啱啱即系要处理一个病人啦吓。咁、呢位病者咧，即系50多岁啦。咁、曾经系一间大嘅即系工程公司嘅老板嚟嘅。咁、佢就4年前啦，开始发现自己咧，突然之间去上堂即系演讲咧，突然之间讲唔到嘢嘅，好尴尬，出现好几次啦咁。咁最尾好快咧。佢發現自己真係有呢個問題啦，咁四年之後啦，佢帶佢哋即係嚟即係大概一上個禮拜嘅事嚟嘅啫，咁佢咧就症狀退化到咧，即係佢表達唔到自己嘅意見啦，即係你我同佢講咧，我問佢明唔明白咧，佢就話明白啦，但係佢噏唔出嘅，即係我佢問答俾佢答唔到嘅，佢要靠佢太太答啦。咁當然啦，佢自己嘅日常生活咧，即係處理唔到嘅，咁所以咧，佢就譬如自己著衫都唔得啦，咁就食嘢方面啊，咁即係都開始要佢嘅太太陪住佢啦。咁亦都好驚咧，佢太太唔喺屋企啦，咁突然之間即係會啦。咁亦都有一次咧，就係、是、即係。走出街啊，咁啊，咁自己一個人即係迷失咗方向啊，咁佢當然情緒好低落啦，係咪？有一個即係做大事嘅人，突然之間哇變到一個好似廢人咁樣，咁所以見到佢咧，佢即係個人咧係即係情緒好低落嘅。咁我咧就花咗一個鐘頭啦。通常我哋第一次嘅嗰、那個回診咧都要用一個鐘頭嘅時間啦。咁我哋可以攞曬資料之後咧，咁我就配咗個療劑俾佢啦。咁我當時用嘅療劑係黃金大家同大家我哋都如果有聽我哋嘅其他節目㗎啦，亦都會聽過呢個同嘅療劑呢，有一個叫做黃金咁呢個黃金嘅症型呢，就通常呢係適用一啲人呢，即係平時呢就係、是、權勢好高，即係責任好大即係管好多人嘅公司咁但係呢就突然之間就失咗呢個嘅能力，管治能力嘅人變到情緒好低落，咁我就俾咗呢個療劑俾佢啦。咁一個禮拜之後復診啦，我問佢到底個反應點樣啦，咁佢個太太話呢，佢食咗兩劑，即係幾粒糖食兩次呢，佢就成個人咧就好似好翻曬咁樣，即刻識得自己笑啊，即刻食得自己扣紐啊、衫啊咁，哇！即係好多成好多嘅，咁佢大家都嚇，即係驚訝啦，係咪？咁就非常之開心啦，咁但係咧就過咗幾日之後咧，咁佢個問題咧就即係嗰個改善程度咧就慢慢又減翻低啦。咁即係大家都要了解啦，其實咧呢個老人痴呆症唔係容易嘅，咁但係我都可以睇到咧，即係點解會兩即係幾粒糖食兩次啦，其實水我用水劑嘅，即係兩斤咁啊，兩茶羹嘅水劑咧，就其實冇物質嘅，係一種能量咧，竟然將一個呢種咁嚴重嘅病咧，係即時可以改善佢嘅，咁但係就暫時未能夠持久啦，咁但係都佢改善咗嘅，咁我睇下啦，即係我嘅做法咧，我通常咧我就首先咧用同我療法療劑先嘅，咁同療法之後，我對我嚟講咧係一種即係解開嗰個結啊，即係有啲嘢阻擋你嘅，咁你嘅身體發揮唔到嘅治愈能力嘅，咁我通常咧就盡量咧就首先揾個療劑先嘅，咁療劑開啟咗你個治愈能力咧，咁我跟住就用我啲曾經所講嗰啲工具啦，咁包括嗰、那個多方面嘅營養素啊、草藥啊，咁亦都會用一啲即係所謂我哋嘅排毒啦，大家都明白啦，我哋係即係我哋公司係第一個引進嗰、那個大質水療啊，同埋嗰個滿腸啊呢方面嘅嘅工具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同我療法咧，肯定咧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啦。咁但係同我療法咧，係需要一個即係真係有經驗嘅有
即係有能力嘅同療法醫生咧，先可以做到嘅效果嘅。咁唔好有時候啲人咧就去咗啲試過同療法啦，效果啊即係睇唔到啲咩效果咧，就對同療法咧就失咗信心。呢個好可惜嘅。啊，同療法肯定喺我嘅經驗之中咧，係全世界最好嘅工具。但係咧用得好咧係唔容易嘅嚇。咁但係咧係值得去嘗試噶啦。好啦。除咗同佢療法啦，有好多其他工具啦，譬如針灸啊，或者嗰個指壓啦，呢啲都可以去用啦。反射治療 reflexology 啦，即係好多啲即係身體嗰啲工具啦 ，body work 咁樣啦。啊，咁可以用啊體質水療啦，體質水療又凍又熱嘅交替啦，會推動我哋血液循環去個腦袋嗰度啦。咁亦都可以即係亦都一種好即係非常之有用嘅工具嚟嘅。咁香薰裏面咧都有好多嘢可以做嚇，譬如 juniper 啦。啊，可以幫助我哋減少我哋身體脂肪裏面嗰啲毒素啦。啊，咁亦都加上我哋喺個用喺一個淋巴嚇，即係淋巴治療嗰度，或者喺沖涼嗰時候用啦。咁仲有一個就黑胡椒啦，黑胡椒咧會推動我哋嗰個消化能力啦。咁亦都改善我哋營養嘅吸收啦。咁通常咧我就會用一啲加啲底油啦，咁就喺即係按摩喺我哋嗰個腹部嗰個地方嘅。咁譬如有啲陳醫所講啦，老人痴呆症有時嘅情緒嘅波動啦，咁我用一啲即係鬆弛嘅油啦，咁我即係喺呢方面去用，咁鬆弛嘅油咧，包括嗰個薰衣草啦、lavender 啦、melissa 啦嚇，咁催動我哋嗰個即係刺激我哋嗰個神志嗰啲油啦，譬如 geranium 啦、jasmine 啦、neroli 啦、bergamot 啦，同埋玫瑰 rose 啊，咁即係呢個你可以大家可以參考嚇有關呢方面嘅書籍啦，或者揾一啲呢方面嘅資深嘅香薰治療師啦，去幫你哋嘅。咁跟住咧就係嗰個壓力嘅減壓啦，係咪？即係話咧，即係老人痴呆症其中個成因咧，都係我哋長期嘅壓力啦。咁所以任何嘅方法咧，盡量咧係要爭取咧去做壓力嘅處理啦。好啦，咁但當你發現咧你係有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咧屋企人咧嗰個負擔係好大、好辛苦嘅。咁我通常建議咧就揾一啲即係相關嘅組織啦，係咪？即係大家有。在那個情感上啊，或者可以大家社交上，有大家可以即係鼓勵大家啦嚇。咁呢個亦都幾有用嘅嚇，即係唔單止係個病人需要啦，同埋咧係照顧嗰個人都需要嘅，因為你發現咧係好辛苦嘅，好辛苦嘅。咁冥想啊嚇、祈禱啊呢都係有用嘅。咁其他方面啦，即係定時嘅運動啦。咁香港嚟講咧就好簡單咧，係行山咯嚇、我相信咧老人痴呆症咧喺香港嚟講咧喺啲如果經常行山嘅人咧，我肯定咧係少好多嘅，即係呢種病會少好多嘅。咁喺個陽光啦嚇，就話維他命 D 啦，係咪？咁如果我哋香港即係啲人咧係中意平時多啲去行山啊、去游水啊呢啲咧，肯定會幫助嘅。咁仲有咧，就有種講法啦，中國人咧就好中打麻雀嘅，咁打麻雀啦，或者外國人中意玩橋牌啦，咁呢個咧就令到你個腦袋咧即係活躍啦，不斷咁學習啦，不斷咁上堂咧，呢個都係肯定咧係可以幫助我哋個腦袋咧係防止佢退化嘅。咁仲有咧就要減低嗰啲鋁啊或者水銀啦，咁又我哋嗰個用品方面啦，譬如除酸嗰啲藥啦，嗰啲 antacid 嗰啲即係抗酸嗰啲藥物啦，其實好多類嘅，好多啲止屙嗰啲藥啦都會有嘅，有啲亞時不靈裏面咧，有啲叫 buffer 嘅亞時不靈啦，同埋嗰啲除臭劑啊，同埋除汗劑咧，其實本身咧係好多類嘅嚇。咁喺我嘅嗰個病人裏面咧，我嗰個病人都有承認咧，佢過去咧就係、是、即係。慣常啊，用嗰啲即係除汗劑嘅，咁呢其實咧佢裏面嘅鋁嘅成分比較高嘅，咁所以咧就記住咧，儘量咧要減少用呢啲嘢啦，咁同埋補牙啦，我知道咧嗰個汞啦嚇水銀啦，咁嘅補牙啦，咁儘量咧就用一啲即係唔係用水銀嘅方法，咁香港啲牙醫咧已經開始有啲牙醫咧係即係都認同呢方面嘅問題啦，亦都即係專門去學咗一啲技術咧係唔用水銀嘅，嚟到補牙嘅，咁所以呢方
方面大家都要即係盡量去即係小心啦，盡量去避免呢啲咁嘅嘢啦。咁當然啦，如果呢個問題越嚟越嚴重嘅時候咧，自己有啲咩處理咧，就盡量啲嘅日常嘅生活所需要做嘅嘢咧，係盡量咧就係即係安排得好啲啦。譬如你有時咧，你發現你身體譬如某個時段咧個狀態比較好啲嘅，咁比較複雜嘅嘢咧，喺嗰時安排早啲去做咯。咁就仲有咧，知道咧老人痴呆咧，慢慢你咧係真係痴呆曬，唔知自己任何嘢嘅。咁再善後工作啦，譬如嗰個安排嗰啲遺產啊，嗰個經濟方面嘅分佈啊，將來個家庭嗰所需要咧，其實咧即係趁你即係未曾變得好差嗰時候咧，都盡早咧係即係處理到先咯。咁當然咧，希望咧，如果你哋及時用得好，或者我用我自然醫療嘅工具咧，可以希望到你即係臨終嗰一個時刻咧，個身體都還相當之好嘅嚇。即係我始終咧，我覺得老人痴呆症咧就唔係真係要老人先有。咁所以而家咧香港咧亦都團體咧都覺得咧就唔應該用呢個名咯，係咪？咁佢哋建議用啲咩名啊？即係改咗個唔好叫老人痴呆症啦，係叫做腦退化啦，或者叫做認知障礙症嚇。咁其實咧認知障礙症腦退化咧唔係真係老人家先會有嘅。而家發現咧好多年紀輕嘅人咧壓力大之下咧都有開始啲問題。咁所以我剛才所讲嘅方法呢，其实即係唔好要老人痴呆先至去用，其实平时呢一种帮助我哋个记忆，帮助我哋脑袋灵活嘅一种好好嘅自然嘅工具嚟嘅。冇错。多谢晒袁医生今日同我哋嘅分享。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如果各位有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袁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dradio.com。 麻烦袁医生。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拜拜。